应付家己，你就是无积极啦，抱着应付的心啦。今仔日要来夜班，啊，着组长联络，无来歹势，啊是朋友要叫，无来歹势。你家己无认为你的先世大事上重要，你袂感觉你进前遮好好，你袂感觉讲哦有啥物呢？其实，咱的先世大事拢是咱家己咧决定的，哦。所以咧，修行很多上惊就是你家己应付你家己。认为讲啊，人咧叫无来歹势，你唔知影讲来伫来伫云堂听法，老师甲咱讲讲会当消二十小劫，哦，所以咧咱来有迄个心，就讲哦，所以咱聪明大哥咧，伊半当。